上去的电梯。大悲咒，上来就来大悲咒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净土，等一下给你们弹千本音，弹千本音，凉凉。每次都要重复这一句呢。不太记得这首歌，好，可以给我弹，谢谢庆哥烟花棒，嗯，准备好了，千本音。Thank you.
这个要有点力度的，太用力的话会吵醒的，所以很轻，弹起来有点飘。飞咒，大飞咒，我们用来做结束吧，成功。有何不可？歌词是什么？这个衣服是不是螺丝的？是螺丝的。谢谢望风摇的烟花棒，谢谢。王林序曲不能弹，有半音。有半音的曲子就不能弹。当爱已成往事。演员刚弹过了，谢谢明镜哥哥的玉手，谢谢明镜哥哥。演员刚弹过，素颜。不为谁而作，我没有听过，没有听过，没有听过，我没办法弹。追梦人，红玫瑰，红玫瑰，怎么唱？歌词，歌词，发歌词，没有歌词会想不起来。突然想到了《青蛇》里面的那首歌，怎么唱啊？就《青蛇》那部电影里面有首歌，梦到，哦，梦到。
等等，我想片。哎呀，不行，后面还是不会唱，忘记了，忘记了，忘记了，江南。想不起来怎么唱，想不起来怎么唱，唱着唱就忘记怎么唱。我现在特别想弹《爱的协奏曲》，怎么弹？只要弹到这里了，凉凉弹过了，我好想弹《秋日私语》，《秋日私语》。好像就不行了。
听过吗？这首歌名字叫《乱红》，蛮好听的。茉莉花，什么？东风破，青花瓷，青花一吗？东风破。双截棍怎么弹？弹不出来，不会，好坏啊！能不能点一点？绿野仙踪？啊，我忘了，忘了，忘记了。绿野仙踪，加勒比海的。听那首歌，但我现在想不起来，就是《青蛇》里面那首，叫什么？通话，通话是什么歌？可乐，童话，可乐。想起来，对，流光飞舞。流光飞舞，那么歌词是什么？歌词是什么？歌词给我一下。不是不是那首，那是片尾曲，那个是。
就有很多变调，就不能弹。童话。效果还蛮好的。最清风怎么唱啊？谢谢铁弟妹的烟花棒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斑马，斑马不记得了，只记得斑。最炫的明珠腹，解封了，山丘，山丘不好弹，应该效果不好。六月传歌，不记得了。说什么？怎么又点女儿情？女儿情，不错。啊，要用这个，配合着来。悲怆啊，
心中的黑键，让我弹个最后大悲咒，让你们无欲无求。